应该是因为夏天的主题，所以都穿比基尼这样，然后觉得很期待七月即将来临的海滩季啊。觉得拍得非常的快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好像速速的就把很多桃完成，然后哦对，因为冰会融化，它都黏在我的身体到处都是，然后超黏，对啊，而且那冰还是水果口味，让我很紧张。上面是蓝色是苏打，下面应该是凤梨吧，我猜。然后第三支我不太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很酸，就是这个梅子之类的东西吧。吃藕泥吗？但不能加水果的那种，就我喜欢传统的。可是我前几天在夜市排队吃冰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想去吃冰，然后就发现排队大概20个人在排吧。想说夏天吃冰，你还要先熬过一段就是排队，然后超热，然后最后才能享受冰。真的，夏天好麻烦哦，好黏又好热。